即刻有万种体会，何苦把好事看可悲？你的未来必定很美，多可喜可贺的结尾。那帝国正要飘，轻飘的微妙，在你这里转胸口，悄悄的滑倒，装下半冷我的我，必定给你重伤，但不懂怎令你忘掉。人生剧本一定好，尽量别让今天的泪白流就好。斌哥，你这么早啊？下课了？来，让他做老大吧，他比我帅。玩真的。回来吧，兄弟们都这么想你。现在你也是大哥。如果你不管，我叶小白也不管。我不知道我们兄弟们天天在他们这干他们什么呢？把你的交给我了，现在听好了，服务生每人200个。我这一辈子就跟兄弟们在一起了，我怕更多的兄弟像他一样躺在这里，尤其是你。我们走。南哥也太心急了吧！你找的人靠谱吗？绝对靠谱，放心吧。千万小心，以廖学兵的身手，一般人奈何不了他。放心吧，南哥。等他们办完事儿，让他们在中海消失。是我跟阿南的个人恩怨，如果你们还把我廖学兵当兄弟的话，现在就出去。兄弟，你饶他吧，你饶他吧，我错了，
我是个混蛋，我是个混蛋，斌哥，你放了我，放了。小白也是你兄弟，你怎么对他的？别动手，别动手，你当时我是个混蛋，你放了我，放了我，我马上消失。伤了，我们一口气把它做了。上，上，快！小白，你回来了。啊，你吃晚饭了吗？吃过了，还没睡呢。那个，明天的考试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？OK， 没问题。我们想着考试考好一点，廖学兵就能回来了。可他玩消失，也不过来给我们鼓鼓劲儿。其实廖老师挺关心你们的，你们的努力，他都知道。小姐，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？哎，还有小白哥，挺长时间都没来了，他们都在干嘛呀？大夫，我病了。什么病啊？传染病。不会吧？那你为什么见着我就跑啊？我就是最近事儿比较多。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？钟芊芊，你看着我的眼睛说。
有出来啊？这题我们都做了好几个月了。是啊，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？有几道题确实不一样，但也不至于一打都不会吧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们怎么办呢？我有一道题不会做，到最后也没做出来。我两道，有一道就做了一半。你们行不行啊？我也就85吧。你呢？我80。大爷！芊芊，谢谢你这一个月来对我的照顾啊。哟，廖老师，你这次受伤还学会客气了啊？我可检查过了呀，你这脑子没毛病啊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还那样啊，上班下班，吃饭睡觉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小白还是没有找到。嗯，芊芊，你还年轻啊，你行了行了，你就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。我怎么了？你的女神苏冰云呢？你打算拿她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到底想让我替你瞒多久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我都不敢见她。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？当初人家不理你吧，你死乞白赖的追人家，追上了以后又开始玩消失。其实他说的对，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扯淡，早知道你当初别招人家呀。我能怎么样啊，我本来就是个没有明天的人。我能跟他结婚吗？还是跟他生孩子？我都不知道我能给他什么，我怎么给他幸福啊？其实他应该找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他该过平平凡凡的生活。你怎么知道他到底要什么呀？啊？如果他再问，你就告诉他。我不告诉他，有本事你自己去跟他说。廖雪冰，你是想跟我分手吗？你是想再伤害我一次吗？说话。是。你就当我没有出现过，当我不认识我，或者你就当我死了。你说完了吗？你还站得起来吗？廖学兵，你给我滚过来！你自己看。就算输也轮不着你上场，跳啊！倒着爽，快走！老秦，
你们有什么矛盾非要用武力来解决啊？所谓成长呢，就是让你一个人踉踉跄跄的受伤，跌跌撞撞的坚强。当你们什么都有，钱多到花不完的时候，却失去了自己真正最宝贵的东西。干杯！你光天化日打了我的学生，现在就想走，不太好吧？好了，别打了。怎么了？王老师。所以说我是 Super Teacher 兵。我今天来是给大家道别的。刘老师，你要去哪儿？去找一个答案。恭喜你啊，校董会呢已经正式决定你试用期结束了，就由你担任高二二班的班主任。这帮小兔崽子，我还以为有什么欢迎仪式之类的。那咱们泡温泉去吧。哎，泡温泉好，对，泡温泉就去泡温泉。看什么呢？庆祝我想你的酒。朋友问我到底怎么了，我说快乐不需要。顾小丹答应你了，滚一边去！我听着啊，我他妈最恨的就是这个不出卖兄弟的人。光头党现在势头正盛，我们不要轻举妄动，一切小心谨慎。昨晚下了很大的雨，让我以为天会哭的雨，我光着脚刷洋想的可笑，走哪里都忘记，好像是电影，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爱你，入戏到不行，就等到这剧情下起，就对比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吧，就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老天孤寂，我也只是喝醉了而已。昨晚下了很大的雨，让我以为天会哭的雨，刷洋相的可笑，走哪里都忘记，好像是电影，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爱你，入戏到不行，就等到这剧情下起，就对比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吧，就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人